各位同学，大家身心安康，吉祥如意啊！那早安。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不净幻身，好，有问题可以先问。来找。那个上次讲到那个有十一个比喻嘛，不净幻身有十一个比喻。那么在这本书里面，跟那个五次第显聚论，就是宗大师所写的这本书324页，他们也有讲这个十二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的内容都解释的比较少。那如果是以华严经的话，以60华严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60华严，60华严的十人品。十人品里面他有讲用十个人去比喻，里面呢他就有讲述梦人，还有古祥人，还有电人，还有化人，还有虚空人，还有阳焰人跟幻人。那这里面他解释就比较多，同学可以过去参考。那以60华严的1389页十人品里面的第8项电人，他指电人部分，就是我们这边这本书里面讲的那个11项嘛，电人。他指说宪法，他是指宪法不久住，电光生时即灭，心即是刹那必泄。他用2个比喻，一个是用生，一个是用智，然后用这两个显示说他有5个意识所解释。第一个是比喻一切法。一切法呢是速灭如电，第二个是比喻菩萨的身无碍如电，第三个是比喻菩萨智了暗如电，第四个是能现显影，第五个是体非圆镜，远镜皆能照远镜，这是比方说这个闪电。的电光显现出来，不管是近的人或者远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哦，然后他后面有解释2个，就是菩萨摩诃萨成就电人。第一个是虽不往住如来处所，但普现，就是自己普现一切佛刹。第二个是菩萨现身遍一切世界，如电光现。游行无碍，普至十方，金刚诸山坚固之物是不能阻碍其行，为身智无碍，速度即如电。好，他就这大概这里面的内容，我把它摘要下来，同学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如果是以这边来讲，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边有讲到那个电，就是电的比喻，他讲是说最后的不净身文中，就是里面讲不净幻身要回旧欲身中。那么之后呢？之后是怎么样呢？他还需不需要训练？比方说灭有2种，一个是因缘灭，第二种是刹那灭。那第一种因缘灭，它又分成则灭跟非则灭。那我看这个角度好像不净幻身的因，因为它的原因不是见到位嘛，它还是属于加行到位，所以烦恼的种子没有拔掉，所以我感觉上好像是非则灭。那么它还需不需要训练呢？比方说当这个不净幻身它回到旧运身的时候，它第一个事所显现的是事业手印，所以就会引申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么之后在他第二次回到不净幻身，就是他已经回到旧欲身了以后，第二次他想要回到不净幻身的时候，他需不需要借用四印手印或者是智慧手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如果当这个旧欲，当他还在旧欲身时，他每一次入定都有把握入这个不净幻身吗？所以这有2个问题。比方说为什么要训练呢？比方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柔道，那么我在大比赛我得到冠军，那么这等于说在这个科目来讲，我
得到了100分，但是不表示我以后的比赛能够拿到冠军，所以我必须还要训练嘛。但是我有把握的说，有把握说我至少可以入围，就是说我可以拿到60分，那是比较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他回到不净幻身了以后，没有不净幻身回到旧运身的时候，他还要不要间接的去训练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修事业手印也好，事业手印目的就是要把透过双修力量把不坏明点溶解。那不坏明点溶解之后，它会产生具生光明，在空慧跟具生光明融合，产生具生光明智的披光明。那出定后，靠着持命气哦，重点是不坏明点溶解，持命气才会出现。那出现之后呢，产生不净幻身，所以只是要把不坏明点的持命气激发出来。那激发出来，这个就不用再什么修双身，因为双身是我们在修譬喻光明之前必须要的一个工具或讲过程。所以现起不净幻身双身没有意义啊，双身只是看得到而已啊，别人看不到。因为不净幻身，除非说你要把细色变成出色，那是另外一个过程哦。不净幻身属于幻身，属于细色，所以你要把细色变成出色，还要加上神通，有禅定的神通的变化，不是不净幻身，加上禅定的神通，把出细色再变成出色。啊，你要应化给众生，你用不那个双身相就不合适，除非说对方也是要修无上瑜伽的圆满次第，你才现双身相。如果对方是修显教的，你就不能现双身相，根器不同啦。所以那个现什么身，是应众生的根基而现，可以哈？那你不净幻身一定要现什么身，这没有一定的。所以你一定把固定说不净幻身一定要什么相，就跟以随机应化的角度就不合适了，不合理了啦。啊，这个是修智慧手印跟智慧手印的是个过程啊，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大家把它当成固定的啊，不净幻身一定要现双身相，这个理解已经把它列入一个窠臼，不是用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说的，这个角度有点不合理啊。那对于说不净幻身现起后，以后还要不要修不坏明等东西，要。所以你要经过不坏明点的溶解，才能够现起不净幻身。所以你是不是每次修能够把不坏明点溶解，不一定。有人可能念力不够，定力不够，而且气脉的这个闭锁没有常串习闭锁，因为它不修会闭锁。所以你要常常修，把不坏明点能够常常修，才会比较稳固。所以不一定每次修能够产生披光明或不净不坏明点溶解，不一定。所以一定要透过不坏明点溶解，然后披光明的入定，不坏明点溶解产生不净幻身。如果没有披光明，也没有不坏明点溶解，不会产生不净幻身。这个过程就是你没有常练，可能第一次成功，但是没有常练，可能第二次、第三次不成功，也有这种可能，这有这种关系啦，就要常常串习，要经过披喻光明，不坏明点溶解，才可能不净幻身产生。因为不净幻身跟禅定中阴身跟睡梦中阴身有点不太一样，就是禅定跟睡眠中阴身呢，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身体是就像我们旧运身一样，是两只手、两只脚、一个头，然后呢，但是不净幻身，比方说我是修大威德金刚。那么呢，我必须要观我的手是34只手，我不是只有两只手，那我的脚有16只脚。当时当我的譬喻光明的话，我显现出得到了譬喻光明，我出定以后我得到不净幻身，那这个不净幻身也要34只大威德金刚手。那么呢，如果我这个定力如果失去了一部分，比方说我少了两只手，或者我失去了四只腿，那我这不净幻身还能够成为大威德不净刚大威德金刚的不净幻身吗？我跟你讲的是没有听不懂我的意思呢。你不净幻身不一定要现什么形象了，因为要利益众生嘛。比方说我身体是定已经
固定好。现在是圆满次第哦，那我不净换身哦，你要利益众生，那众生以何相而为说法即现而相，就众生那个适应什么相，就像观音菩萨的普门品一样啊，以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而生而为说法，所以应化身那个不净化身没有固定的形象啊。就是众生因以何身而为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的说法，所以他为了利益众生会现不同同的形象，而不是固定一定要是本尊的形象。我刚刚讲重点说你已经把它固定了，这本书传承不合理，不要讲这本书，我反对这本书，不合理的本书可以拿掉去烧。升起次第的角度是我们，我现在讲圆满次第了啦。不是，我是说以那升起次第当然没有修圆满，他升起他修双身就修双身啊，他观你是无上解就修双身啊，这个没错啊。这是讲不净化身，不是讲升起次第，你不要混在一起。我是讲说量有两种嘛，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这个都是那没有限量，还没有现身之前都没有限量。对，比量的话是升起次第，没有比量是都是比量了，到不净化身都比量而已啊。对对，都比量，但是。不净化身是用限量显现出，哪有？还是比量分别心呢？入定也是分别心呢？是没有妄念的分别心，不是没有显现异共相的分别心，还在分别心当中啊？到圣意光明才是无分别之啊！想一想，想一想，我重点是说，为了应化所有众生，他现不同的形象，没有固定的形象。你把它执着固定形象，不需要，不合理，也不需要。如果我在升起，没有修十轮金刚，但是我不净幻身的时候，可以显现出那个十轮金刚的相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你没有不升起次第，怎么可能修得不净幻身呢？不可能。升起次第，我没有修十轮金刚的灌顶，也没有。依持他的修法去修行，那么我在圆满次第的不净幻身能够显现出这个相吗？不净三的显现出十轮金刚这个相，那跟升起次第无关呢、啊？你根本跟升起次第跟不净幻身扣在一起的，两个阶段是没有关系的、啊，为什么要扣在一起的？既到圆满次第去了，为什么要讲升起次第呢？不净幻身在圆满次第呢，你讲升起次第跟这有什么关系？那跟十轮金刚什么关系？没有经，没有关系啊。因为最后的是生缘不二啊。所以不会是讲，这讲是因为不净幻那个自身本尊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是要升起自身本尊，不是不二，不二不是讲同一个哎，它是互相摄持，有升起次第的摄持来修圆满次第叫不二。不要文字弄错，很多传承都讲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文字，应该是圆满次第是要升起次第自身本尊坛城所摄持，所以那叫不二，这个不二的文字是错的，要讲摄持，不能讲不二。很多讲都似是而非了，涅槃轮回不二，为什么涅槃轮回不二？怎么可能涅槃跟轮回不二互那个同时一个呢？不可能啊，相违啊。传承文字都要先写错，要讲得很好听，那、啊、其实内容是错的啊。哪有涅槃跟轮回不二？没有这回事啊，对不对？涅槃就涅槃了，还有轮回，涅槃轮回不二，是不是很多这种文字？感觉就是讲得很好听啊，很高深啊，可是内容完全相违的。要合理判断，不要传承讲的就照单全收了。这回去再想一想，要合理了。再请问第二师父第二个问题，上次师父讲说色界有共界嘛，就是正心不，就是正恨心的正心不懈，并共界。对，那我请问一下，那出世间的护法他有没有正心？比方说用那个，用习真怀珠的诸法，诸法里面的内容有勾招、离散，还有束缚。还有压服、回遮、诛灭、驱除、跟折磨、跟降凶灾，比方说在，比方说这个都是用真心，就是正心的大小作为道用。那么呢，比方说在《大威德金刚》里面的修持者那个
修持者，他们有互相用那个出世间的护法做诛杀的动作，比方是说，马尔巴的儿子，他用圣乐金刚呢，要去降服大威德金刚的那个，好像拉力达吧，拉力达行者，然后呢没有诛杀成功，反而被拉力达用大威德金刚呢把马尔巴的儿子给杀掉了，所以这时候呢，马尔巴的传承呢就有此传说，就是说马尔巴的那个延续的这个教法，密续的教法就中间就血脉传承，对，血脉传承就断掉了。第二个是这个拉力达呢，他为了想要占有那个想要获取供养，然后呢对这个林玛巴的一个行者呢，用大威德金刚法去降魔这个大威德那个普巴金刚的行者，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普巴金刚的这个行者呢所降服了。这时候他跪拜，然后呢拉力达呢最后呢输了，然后呢跑去求文殊菩萨，为什么会输掉？那文殊菩萨就告诉他一些秘法，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最后呢，大威德金刚的这个拉力达行者呢，用这个大威德金刚法呢，又把这个林玛派的行者呢给诛灭掉了。如果这是他是用出世间的护法，那这出世间的护法就是出这个三界的护法。那这三界的护法，他出世间护法，他有没有真心呢？故事听一听就好了，故事不合理的啦。没有为了供养，那升起本尊来对杀的啦。他更没有出离心、普心、空正见内涵啊，还有什么这个修护那个修的，这个是故事啊，不要听啊，本来故事就不合理的、啊，哪有可能为了供养啊，那个升起圣乐金刚跟那刀德金刚在互相杀来杀去的，那是不是佛法？那更不是佛法，那变公外道的、啊，会求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刚才他已经没有动机，已经错了，文殊菩萨怎么会教他方法呢？那是不可能的事啊，你根本的动机就已经错了，这个已经故事而已啦，你们就喜欢听故事，那迷信啊，这是错的啦。很多故事都是错的，像大智度论都讲龙树菩萨很多故事嘛，啊，例如说有个小偷啊去偷龙树菩萨那个东西，我说我没有，我只有个钵，我剩下一个钵，你要钵拿去，但是你要拿去的话呢，我教你个方法，你每次要偷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安住在光明定里面，就是如来藏的哈，光明说，当你光明安住定的话，你会如果没有现起，不会那个还会想偷，好，那以后呢，我这个钵再给你，啊，他就每次要偷就现起光明，他就不想偷了，啊，这个是如来藏的故事啊，那个故事讲多，这个很多传来传去哦。这个不合理啊，这个便以如来藏的角度来讲那个龙树菩萨调伏众生的例子而已、啊、可是呢哪有一个小偷会安住在光明，偷之前会安住光明，根本不会想到光明呢，想到空相呢，我要偷就偷了还会想到光明，不可能的事，因为都是讲了很多故事让你们好，这些迷信者啊听来听哦这个很好不错、啊、把它记起来，那再传给别人，要、啊、说给别人听，没有意义啊、欸、故事不要听啊，什么舍身喂虎啊，那个我感觉如果是真的是舍身喂虎的菩萨，那个是愚笨的菩萨、啊、你会救两只老虎舍掉自己生命，然后让父亲母亲、啊、二哥大哥在伤心，那些护卫这个保护你的士兵也要被处罚啊，你那个那为了老虎他吃一餐下次要不要再吃，对啊，下次还是一样啊，一样啊，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啊，你牺牲掉自己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啊你一个王子可以度很多众生啊，你的权位你的福报可以度很多众生啊，你为了又讲这两只老虎牺牲掉利益众生的机会，是不是很可惜？这个角度都不合理的啦，可是我们大家就一直传舍身喂虎，所谓割肉喂鹰讲得很好听，那都 stupid 啊，只有勾招压服跟回遮驱离，没有所谓的诛杀这个项目，有把那身体诛杀神识度到净土，重点要神识度到净土，要以菩提心为主，所以诛杀后不是把他生命结束，而是把那神识度到净土，让诸佛菩萨来调教，让他不要再继续造恶，目的是这个重点才是重点，前面怎么压服啦捆绑那个是过程而已。三个问题是，上次有讲这个
尊者讲那个大乐明点，其中之一就是明点在中脉中上下移动嘛。那这本书的大家可以翻到82页这边，已经讲过了啦，不是上下移动啦，要溶解了。对，溶解消融。32页这边就是上面数下来1、2、3、4、5、6、7、8、9、10、11、12，就是第十三，从上面数下来第十三行这边有写，令明点在中脉中上下移动，不损害身而遍布增广。那他所谓这里不损害身，他是不是指五次第论里面的269页这边他有讲，于下方修行者若强遮下行气意，则意害大小便必等症过患极大。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讲，损害身就有点像男孩子的射腹腺肥大。比方说医生有讲说这个射腹腺为什么肥大呢，它的是一种还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成因。比方说呢，第一种是性行为太多肥大呢，还是说因为压制性的欲望太过反而会射腹腺肥大。所以这两个矛盾点呢，医生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射腹腺肥大。那所谓的肥大是不是就讲不顺会损害身体的意思呢？这跟修什么身有点什么关系？遍布增广，跟社会性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不晓得这个，如果是损害身，是指哪一方面的会损害身体？不用看没关系啊。本来修身远离，可能如果说你修的身远离啊，造成那个气没阻塞不通，造成那个残病，那就损害身了。所以自己要去观察啊。修身远离的时候，气入住容易中脉的时候呢，会不会中脉那个撑得太大？撑得太大，让你感觉经脉受不了，产生裂的话，那产生身体会出血，而这个时候要稍微暂停一下。这个跟那个射物线没有关系的，这是中脉而已啦。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生命的损害呢？就是会丧命的？不会，就身体会损伤而已，中脉而已，它不会丧命，但是要休息很久才能够继续修。就是那个中脉气入住人中脉，中脉充气的时候，如果没有去把它疏通，它可能会经脉会变成裂、爆裂这个问题出现。那爆裂出问题，当然如果说内出血，当然是要紧急就医。啊，如果没有去看医生，可能有生命，这可能有了，因为内出血嘛，经脉爆裂产生内出血，就像你的脑中风一样，是头脑的这个血管爆裂，可是那是身体爆裂还好。不是脑头部，所以比较没有关系。这个主要讲这个啦。那是不是每一个轮都如果是引导不顺的话，是每一个轮都会破裂的，还是只是指？对，所以要知道适可而止，不要一直充气，要疏导。感觉没办法问题就疏导，疏导中脉上下游走，而不是一直充气，一直吸能量。左火需要吸入几轮啊，因为它中脉打通，所以你感觉几轮受不了，也是要中脉游走一下，把它疏导一下，道理一样。所以左火是好像它的气就会比一般气吸入的气会比较大一点，脉轮的需要气比中脉要多很多，需要到鱼眼离比深眼离还困难，因为它需要的能量更多，要好几倍以上。麦克风，师父，请问一下，这个和那个岔气有没有关系？岔气就是说，你本来要安住在脉轮，而且那岔到别的地方，那岔到别的地方呢，会变成我们的，变成会有些会心会走，这个心会恐惧。啊，所以呢，岔气就是像说，例如说我们这个心脏，岔气可能变成心瓣爆膜，会嘛跳针，还会影响。啊，如果修心轮更需要，因为心轮就是有心脏的心瓣爆膜，所以这个要危险。但是其他的脉轮都还好。
要见智，那看你的状况，不要是他冲得太过，啊，也不要不修，啊，修要保持保任，到什么阶段我要停，到什么阶段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自己有个标准，有个概念。啊，差气说你按住这个，结果呢，你没有守住，他就跑到其他的经脉，那其他经脉呢，可能呢，啊，会造成爆裂了或什么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差气。所以这个正念很重要，修定的正念。安住力那个正念很重要，啊，正是要观察，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没有显教的圣魔，他一下修密法的气脉明点，容易什么走错，因为正念不够，还有正知观察力也不够，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显教修那个九住心的，一直到九住心的这一个观念，我还算清楚。但是在两清安两安乐的时候，到底是用身清安引起身安乐，还是心清安引起心安乐？他现在是吼，我们修主心显教主心到第四住心，第四住心就外境的干扰就减少，会产生清安，这个是心清安，心清安，因为身体没有干扰，没有妄念干扰，会产生心清安，一直到第九住心由身清安产生身清安，啊，这身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已经心已经稳定的时候呢，气就足，就气的足呢，它从那个我们命户轮啊，那气呢会往中脉上冲，冲呢从泛穴把这个中脉打通到第九住心，打通的话身体就轻松，没有疲累，所以由心清安的第四住心以上，一直慢慢加强加强。到第九住心把中脉打通，这个得到嘛身清安，所以第九住心是由心清安的第四住心一直到第九住心心清安引发中脉打通的身清安。那身清安之后呢，哦，你要得身那个再留升起色摩他，色摩他呢是透过脉轮的明点溶解，所以它由身心清安乐，由身清安就是那脉轮明点溶解，那个气往外冲，所以从脉轮的气质往外冲，扩散到全额全身，由身清安乐引发你的心清安乐。所以由心清安引发身清安，由身清安乐引发心清安乐。然后再来变成心，由身清安引发心清安，不要说错，由心清安引发身清安，心先开始。那就有心清安了，引发到第九住心的身清安，中脉打通的身清安，再有明点溶解的身清安乐，引发心清安乐，就心生生乐，心乐。那对，那个清安和安乐是有分开？不一样啊，不一样。到第九住心只有清安，到色摩他才有乐。啊，这个广路没有讲清楚。广路没有讲，都少一个乐啦。广路很多漏掉，他是用瑜伽师的声闻地来说，都少一个乐。很多写错，我说我要改。那是离开那个新的出众性，然后得到心清安，心清安再继续修，才会得到心清安。你又搞不清楚，还是刚才没有 catch 到？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安乐，心清安乐。还是没有背起来，还是顺序弄错。先由心，对，广论是把清安和安乐分开，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搞。色摩他才有乐啦，第九处心只有清安呐、啊。哎，头脑是不清楚啊！你说你很清楚，其实不清楚，头脑是分不清楚。我就在这个地方搞。哦，先跟你讲两三遍了，你还是记不住啊！我跟你讲，为什么是身心啊？为什么是清净啊？心清安、身清安的道理，先跟你讲，你逻辑去思维，不是套背文字啦。你就学法喜欢背文字，不喜欢那个逻辑。为什么这样的因你都不去背、不去记，而背那个果相的文字？你们就学法是喜欢文字，所以永远搞不清楚佛法在讲什么。啊，传承都是文字啊，根本没讲为什么这样都没讲，只讲一个果相啊，为什么的理由都没说。所以你们学的是文字啊，学的文字传承都是文字，可是为什么产生的？为什么理由是这样？都不去了解啊，变成是背文字而已、啊、那道理也思维不起来，因为你没有从根本的理由去理解它了。我跟你讲的
从没有妄念的时候，第四处心就慢慢有心清安开始，没有妄念的干扰，心很平静，这个叫心清安。到第九处心，透由心清安把中脉打通，中脉就是身嘛，产生身清安。那中脉打通之后呢，更进一步的把中脉的明点要溶解，所以由身清安引发身清安乐。那剩下明点溶解后，你产生喜悦的心啊，也就变成心清安乐。哎，要你要了解那个理由啦，那个逻辑啦，你都没有记逻辑，记文字，永远记不住。什么气不进去？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啊，那是你的问题啊，妄念多啊，还有那个念力不够啊，念力不够，气没办法入到中脉或脉轮啊，念力正念不够，哎，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啊。你可能要多久？可能15秒都撑不住，那表示没有低处都没有，表示被你的妄念哈，还有对那个修行的那个我们叫。功德不耗药，很多种因素了。刚不都说啊，人家说的到底能修得成呢？好像对，好像错，对那个功德没有耗药，没有耗药你就不会，正念很强了，安住力很强。所以一般来讲，对功德不耗药，你停一下就跑出来，妄念就出来了，因为功德不耗药，所以第一步就没有了啦。所以广论讲要希求正住聚会，希求第一关没有了，怎么能跟正住呢？你对功德不好要，对听法的好处不想要，你就变成打瞌睡了，你对希求心都没有啊。希求正住聚会，这个是听闻鬼理啊，对啊对啊，这个是听闻鬼理啊。希求对住那个我们叫护气啊，因为你没有希求，你就听不想听嘛，对不对？那由正住来对住什么污气啊？你要把道理逻辑听懂，而不是啊别人怎么说我在反对你。这个理由别人怎么说理由跟这个人讲理由到底是有没有相违啊，有相违哪个合理不合理，这叫正住啊。啊，先听他的道理，先听听好，那再听好接受进来，再别人怎么说那个理由跟这个理由来做比对，这个叫聚会啊。思维判断合理不合理叫聚会，这个叫广论的听闻鬼理啊。而你就常常忽略这个三个，这个三个很重要。这个不管修止住修、观察修，还有听别人怎么说，或学习世间法出现，都是一样的。这个需求真正机会都需要。那第一个需求没有的，不用谈了。对这个佛法的功德，或是这堂课要谈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好处，那个需求没有，那不用谈。因为一般现在学者都是休闲式的学佛了，啊，有空就来听一听，啊，没空就算了。啊，有时间无聊来听一听啊，没有时间我要去跟人家喝咖啡啦聊天啊，就算了，我今天不上课了。啊，今天我要按摩，所以不上课了。啊，今天呢有人要去 shopping， 跟我约要去 shopping， 我就不上课，就变休闲了。所以比较世间的可以让你产生乐趣的休闲，你就对佛法就不耗药了。所以佛法的功德跟你世间的功德，你感觉世间的安乐比较重要，佛法的出世的安乐不重要。现在学佛者都是这种心态比较多，这个叫需求。第一个关没有通过，那就不用讲。所以一定要需求才能够镇住，那需求你的念力才会强，那念力强才能够安住进去，才对治妄念，对不对？你说你喜欢吃蛋糕，看到蛋糕你是不是一直想买？这个念头去不掉，那个叫需求啊。那这个没有，你怎么会想要去买蛋糕呢？你一下蛋糕看到哦不需求，下一次就忘掉，就被其他代替了。你对蛋糕不需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佛法的理论要清楚，所以要产生需求，整个念力才强，念力才强能够安住，透过安住那个力量才会专注到脉轮。哦，这个很重要，嘿，那个先把每个层次思维清楚。好，可以哦。没问题的话，我们看274页。这个讲特色了，我感觉这个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离我们很遥远了，所以讲这个特色我感觉不重要。你可以讲那个彩虹的幻身，或是变化一个幻身就可以了。我感觉这个都是文字了，
不净幻身有什么形象？你现在连什么那个修自身本质都没有，还有不净幻身，所以感觉离我们太遥远。是文字的话，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了哈。那后面就假名也都是嘛，哎，都是哎不需要的。我们看275页第六，不净幻身的译名，好，译名就是同名了哈，跟断障的差别。在无上瑜伽密续的话呢，哦，有时将大乐智假立为大悲心，哦，这个是错的。大乐智跟大悲心假立的话，这个文字上就错了。所以创造这个名词，把大乐智跟大悲心混在一起。而其实呢，啊，一般来讲，这个是在龙树菩萨的那个菩提心事。菩提心他讲的是明点，红白明点，菩提心。那菩提心他讲的红白明点，菩提就是这个红白明点，啊，心就是讲那个，哦，四个字，啊，白显智、红真智、黑净德智、俱生光明智。所以菩提就是红白菩提，心就讲四字，而不是大悲心，啊，他是用菩提心，那个在龙树菩萨的菩提心里面讲的啦，跟密法结合，跟那个显教菩提心完全不一样。所以好像叫菩提心是其实在讲密法，哦，不是在讲那个显教的菩提心。所以不是大悲心，而是菩提心。菩提心不是大悲心。有时将幻身假立为大悲心，这个名词都是错误的啦。所以传承都很多用自己的想法去把菩提心那个，幻身大悲心，那有什么关系？他创造名词我们一定要接受吗？义雄用幻身假立大悲心你要接受吗？不合理啊，你不敢不接受对不对？因为祖师大德说的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没有那个反抗的精神啊？你都是奴性啊，啊，只要上面有权威的我就不能反对啊。这个是无始劫来奴性做成的啊，我就不要被奴性绑住。不是啊，像有时候这本来就错的啊。大乐智变成大悲心，幻身变成大悲心，本来就错的，为什么不能反抗啊？为什么反抗是因为人家没有压力给我，反抗不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我可以反抗啊。这个反抗是祖师大德，人家会说我，哎，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不能反抗，是这样吗？因为利益有损害我就不能反抗，利益没有损害就要反抗，是这样吗？啊，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你就没有反抗的意志力，就不用跟你说了。嗯，不用跟你说，跟我呢，不是志同道合的，不用说，志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要跟你说了。那这个理由在什么？这个妇女就错了嘛，不用再讲理由了。你创造个名词，跟原名词本来就不相干的，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要讲你理由呢？为什么讲理由呢？你说啊，他那个幻身是离能够救度中离苦的，那跟救中离苦，你用幻身是身是色法，大悲心是心法，两个完全无关。啊，你说啊，那可以众生离苦得乐，那我也可以啊，同情心也可以让众生离苦得乐啊，善心也可以让众生离苦得乐啊。为什么一定要用大悲心呢？为什么用幻身呢？所以这个角度完全不合理的角度了。我们很叛逆哈，一想要看我们很叛逆。对呀，啊，所以你不敢反对，就不是求真了。我是会根据一些理论。啊，这个理论本来就不合了，还是理论什么啦？啊，不跟你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好，咱们看下一段。正因为这样，大悲跟幻身空明双语四观中，这个根本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把它跳过了。这个感觉说法不合理，为什么要涂它呢？不涂它没有意义啊。我们看276页，所以到这里看幻身，另外也有将，我们275页最后一行最后面，另外也有将大乐三摩地称为幻身，这个不合理啊。
三摩地是讲心，幻身是讲身，当然三摩地幻身的译名，这个都错误的。这样同朋友根本不相关，要诸朋友要把它当成译名呢，这个不相关呢。一个是心，三摩地是之心，幻身是身，根本不相关，为什么要把这样子译名呢？就同义词啊，这个不合理啊，对不对？义雄，哎，不敢反对啊，好，不敢就算了。我们看下个问答。那么以德不净幻身会不会再中断？这个已经讲过了，不净幻身必须中断消失，不会一直延续，因为必须去入生应光明。这个不叫中断啊，这个就是回入旧应身来修圣意光明或辟喻光明啊。到清净幻身就不需要回来了，就是它不会中断了。那清净幻身你要修定哦，不净幻身要修定，所以要回到旧应身。清净幻身它已经那个光带或是银带已经切断了，所以呢，你那个旧应身修定跟它另外啊、没有关系，它可以继续去利益众生。好、哦，这个不叫中断了。这么他用中断很奇怪了哈，因为不净幻身到圣意光明前呢，啊，必须以旧运身来修定，啊，修定完初定啊，再呢啊那个用那个新的那个细色的武器，然后呢用意念善那个离开身体产生啊不净幻身，那如果到再由那个最后到圣意光明，就不用再啊跟旧运身啊就回来了。你可以直接运作，这里没写了，这里没写，就是不净幻身跟清净幻身的差别。不净幻身啊，如果要修定，一定要回到旧应身；清净幻身就不需回来。好，这也没有问题。好，所以你讲的什么有差别的不净幻身跟净幻身差别没有讲清楚，你看那个没有把那个。啊、我们讲具身烦恼障断除之后，那个光带不见，没有把这个原理说出来，是讲多文字的不相关的文字。例如说这种情况，就像虽然同说由修行力而生，在三远离，就是身远离、语远离、意远离时，啊，所修有不同，但是重点就是脉轮，哦、啊，溶解的脉轮不同，不净幻身跟清净幻身差别啊，这个。没有这个，不是这个不同，一旦你的清净幻身就不同，就会一直相续到成不中断。那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原理理路那个理由没讲，这里没讲，因为清净幻身是干成我的前身。在密续的论点中，为什么常说单修显教不能成佛？因为显教没有直接成佛色身，所以呢不净幻身成就清净幻身，那个身就跟那个本尊一模一样，那显教没有这种修法，所以色身，哦，色身呢没办法成就报身。以显教的说法，但显教是说一生生，靠着一生生可以成为佛报身的因，但是一生生是没有形象的，没有本尊的形象。那这个密法的清净幻身有本尊的形象，报身是本尊的形象，所以这里就是以形象来说了，啊，以外相来凯定。密法有本尊形象，却是报身的进取因。好，所以他认为佛那个显教的那个一生生，他没有本尊的形象，好，不能成为佛报身的进取因，因为他没有本尊形象。好，这个原理在这里了。那看无上于前密续，则非常清楚抉择。这个在第二段哈，一二三四五六。啊，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五六，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这种情况，这第一行啊，往下第六行，无上玄密续非常清楚抉择，明确的安立到位时，你的清净幻身就成就佛的色身，因为它同样具有本尊报身的形象。重点在里，这个没有讲清楚，啊，这里文字没有讲清楚。那清净幻身与佛果同一相续，不是佛果，佛报身。清净幻身佛果，那个佛果那个果改成报身。哦，佛报身同一相续啊，这个果改成报身，果改成报身。
与活报身同一相续，同一种续流，哦，是一模一样的色身化掉哈，它不是一模一样啊，一个报身，一个不是。两者正见是进取因进取果的差别，显密两种法衬各安立的成就佛身的因，哦，不一样。显教用一生生，用一生生当成成佛报身的因，哦，所以啊，显密二种法衬啊，各安立的成佛身，那个加个报，佛报身，报报把它加进去，成佛报身之因有差异。那必有差，那个必化掉有差异。显教是用一生生当成进取因，啊，那密续要用清净幻身。那重点是外相了，啊，哈，没有那个本尊形象。由于无上瑜伽密续的教授唯一具有成就佛身、佛报身这个报，报身的报加进去，不共因之理，所以唯一呢必须要无上瑜伽密续的教法才能够成佛。这个是以报身的因来说，啊，另外是从心能不能断除所知障来说，这里还没有讲，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不净幻身会不会中断？为了，因为他要修定，要回到旧运身，清净幻身就不会中断，啊，重点是烦恼障还没有断除，烦恼还没有断除，所以那个光带就是不净幻身跟旧运身还是有连带关系，啊，不能同时，啊，那我说清净幻身那个已经那个卸脱了，哦，具身我执烦恼已经断了，光带不见了，所以两者呢可以，不会牵绊，不会造成牵绊。好，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可以了解吗？玉雄可以吗？好，再看第二个问答，麦克风。有啊，因为你还没有卸脱啊，还没有卸脱就有光带啊。就像说你还没有卸脱，你小孩子生出来必须母亲在，小孩子在胎里面必须跟母亲有个几代啊，靠母亲的营养你才能够得到养分啊。那母亲就像旧阴身啊，那小孩子就像幻身一样啊，因为你还没有卸脱烦恼，还要再轮回嘛，必须要投胎嘛，就投胎就必须要几代啊，轮回的投胎啊。对啊，因为还在轮回当中啊，要靠母亲的怀孕啊，营养供给啊。佛报身是相续，那他这个同一个相续是指，法身的 同一个相续，还是报身？报身化身，但是化身的 同一个相续，好像这个理由好像报身哦，不是化身哦。清净幻身跟佛的报身同一相续，所以我是不是加报？哎，啊，报下加进去。报身，但是清净幻身跟佛佛的，如果是功以功德来看，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清净幻身是第二地菩萨嘛，跟佛果来讲，没有，这跟第二地菩萨没有关系，是讲那色身而已，跟你的心第几地没有关系，就讲色身。你没有学色类学，学好那个量理宝藏论没有学得很好，就对色法的进取因、心法进取因没有很清楚。进取因就是同直流了，同直流，像说木桌跟前面还没有造成木桌的木头，这个叫同直流，同直流，懂吗？所以木头由木头变成这个桌子，这个桌板，那木板，这个叫同直流，因为木头变成木桌。那不同直流的叫具有缘，你说从木头变成木桌，比如什么要工人，工人去抱，还有工人去砍，然后呢加上工具去把它抱平修整，啊，这个就叫具有缘。但是它不是木头，它是人跟工具，啊，铁啊、槽啦、啊、那个锤子啊，那个是工具，所以工具就变成木桌的具有缘。
就具有缘不能讲进取音，一定要同时留的木头才成木桌的进取音，这样同哈？所以色身跟色身才有进取音。你讲到心，几地菩萨那个心无关，因为心跟心才有进取音，色身要跟色身进取音，这样了解？不是，是因果关系啊。进取因跟具有缘都是因缘，所以造成果的因果关系。一个进取因的直那个进那个同时流的进取因，一个不是同时流的具有缘，这个叫因缘和合产生果。这个算是等流的相续吗？不叫等流啦，我们讲等流，你可以讲相续同时流，像不会讲等流，一般讲是那个心法的烦恼造作等流，也可以讲你用等流也可以了，但是等流很多种，有没有？造作等流、灵受等流啊，还有增上等流果，那个都等流，但是那个等流不一定是进取因，有的是缘而已。而我讲的是这个是进取叫同直流，不能讲等流，因为等流因跟缘都叫等流。假立安设的相续就续流了。对对对，因为让你保证那里面，如果说有支跟支分的话，两个拼起来好像两个没有相续。对，没有相续。为什么？比方说我们用人来讲，人有三人有手跟脚嘛，我们讲说这个叫支分嘛。那整个你把又重新再拼起来的话，那就是有支嘛。所以因果才有相续。你讲的是不是因果？但是整体支分，它同时的不是前后关系。整体必须要支分的拼盘，有支分有整体是同时形成的，有整体才有支分，所以呢因果关系是不同时的，前因后果两个不一样。所以你讲支分整体是讲体性一的同时形成的那个关系，体性一的，那因果关系是体性异的，它不同时形成，因灭的果才成，果生的时候因就灭，不同时，所以两个不一样，体性一跟体性一不一样。你讲支分整体是体性一，它就不是因果关系，就不能讲相续了。这样可以哈？所以你们色类学、心类学可能要再复习一下。啊，量理宝藏的那个理路没有像他讲的喻比较多了，但是对理路上呢没有讲的很明确了。建立不多，比较少，所以那个科判的理路讲的不够明确。他没有办法建立你这个相续的性相是什么，还明相跟性相。他只有破，但是他破得很漂亮。他破很漂亮，你没有建立正确的破，会破一塌糊涂，连不该破也破，会这样，没有个标准啊。所以在学色类学一样，像他先啊，先博他中，在立志中，这个是错误的那个教材，所以。那个赛昌色类学啊，你广论啊，也是这样，先破，先博他中立的。因为我们学在格西那边，我们在三大学格西，他先立志中先讲清楚，再博他中，再断真论。可是课本是写博他中、立志中、断真论，所以很多人就按照那个课本的次序来教导，那个错了。所以一定要立志中。那你立志中有没有可能成为细论的一部分呢？那不是啊，它标准不叫细论。你讲细论是讲空性，圣义地跟世俗地来讲细论，这个又不一样。你要讲细论是讲妄念，跟正念又是细论，所以细论很多种。你要讲的是世俗地而已，你要不要讲细论？你讲错误的妄念也可以讲，不要讲细论这个字。那细论讲到变成是不是圣义地都叫细论？这个名相不能乱用啊，不能乱套。细论你像我们讲的读佛法是细论啊，是不是细论？你跟空性无关，都细论。如果是一切法是相续的话，那么这个相续就是常法。那常法不是不是相续一定不是常法，常法没有相续。对，常法是没有相续。所以它是一段段刹那刹那合间嘛？不是不是，它就永远长存，那个没有刹那幻灭，这叫常法。不会因为生灭生灭的相续，相续就有生灭啊，常法没有生灭啊。所以要把定义弄清楚，那量理宝藏就缺这一块。所以你们读很多，感觉很好，因为破得很干净嘛。可是问题为什么要破？破的标准跟立的标准在哪里？没有讲清楚，所以学那么多也没有用。
你对那个标准不清楚。所以按照那个要名相、性相、立志中的标准先出来，你破，为什么要破？因为标准在，不合标准就要破。哦，那这个就是要有个标准。名相、性相、相续的定义、因果的定义，这个都要弄清楚。常法的定义、无常法的定义要弄清楚，才知道啊，什么叫常法，什么叫无常法，这很重要哦。一般没有格鲁派的这种角度，一般啊，像你们那个念宝庄的尼玛派、萨迦派，没有这个标准，常常会你们觉得感觉讲义讲得很好，可是问题的义讲的对不对也不清楚。就像说用幻身来讲十二个义，那个没有标准的话，你都还是自己乱套而已啦，用自己概念去乱套而已。你闪电可以讲很多啊，问题闪电就是刹那生灭而已，这重点而已。你想说啊，不管那个地方看到，问题闪电你在高雄闪电，我台北看不到啊。你说哪有任何可能哪个闪电那个地方都看得到？不可能啊，是要附近的范围才看得到啊，远离那个离开这个范围我就看不到了。所以很多比喻是自己祖师大德想出来的，根本不合理的啊。哦，你自己想一想，不要把那个文字当成是真实的，故事也不要听一听就说当成真的啦，那是骗你们这些迷信者，骗一骗很好用啦。就像对小孩子，哦，虎姑婆哦，什么时候来哦，所以赶快睡觉哦，骗小孩子很有用啊，你们就是小孩子啦，你就常常被骗，骗得头干拱拱碎，不晓得对跟错，标准在哪里。比方说上次我们探讨这个大卫的金刚头颅、哦人的头颅换成牛那个牛头的头接上去，那比方说就讲说这个这时候他的头虽然掉了，但是他的持命气还没有进去，但是他的外呼吸已经停掉。那比方说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个人他死了，但是他 外呼吸已经确定了，但是他的心脏还活着，这时候把医生把这个人的心脏给挖出来捐给了另外一个移植心脏的人，但是这个人呢被救活了，但是这个人救活的时候呢，因为换了这个心，所以他有时候这个人会觉得他的心绪啊，他的心绪会想到另外就是他捐赠人他之前的回忆。那像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说是他是迷信，还是属于说是传说呢？不是，这个就很多。因为这个人他没有他，这个人从小就没有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嘛，但是他会唤醒说，另外他自己会觉得很奇怪。问医生也没有办法告诉他一个解答。这个就是说，我们人体有个 DNA， 这个叫肉体记忆。那头脑里面呢，这个叫心念记忆。所以他心念呢，会有一部分存在脑部里面的，就像这是算肉体记忆的。但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用头脑在想嘛，所以肉体记忆比较多。哦，如果说换那个脑的移植，那个肉体记忆就比较多。所以靠像这个那个爱因斯坦，他可以把脑切出来，去用那个实验去脑部。为什么他能够创造这么多东西，想这么 idea？ 就他的脑那个皱纹不一样，那皱纹的是肉体。可以出现不同的波，所以用不同的波来测试，哦，这个脑筋是为什么这样。那我们心脏本身就有肉体记忆，因为我们心脏常用，而且用心，例如说我们去关爱别人，你感觉用头脑心关爱呢，还是用心去关爱？哈，用心啊。你对你女儿好是用头脑去好，用心啊。你但是你的用是用心啊，我想帮你，我爱你，是用头脑爱你还是用心去爱他？你爱出来那个爱的关怀，那个磁场是从心脏出来，而用头脑出来的。看状况，比方说一个车子冲出来，看到有个小孩，那你的头脑是不可能用比量，那是头脑的问题，不是用比量思维，反应是头脑的问题。对，我去想，然后去想这个，那这个小孩子被压死，我就是用这个心，就直接我去抱他，我没有想到三分二十一啊，所以这时候是用心去感应去做这个。不是，现在你对紧急应变是头脑的反应，那是头脑念力的问题。你现在对人的关爱、对人的称心，都是用心啊。我讨厌你。讨你是不是心有一个磁场，排斥的磁场出来？我关心你是一个包容的磁场出现，
你们自己平常生活中没有去体验呐、啊，对生活的细节你们很少去体验。那个磁场从哪边发出来的？你去关心别人，是用心的磁场去包容别人，去给人家温暖，那是心发出来的磁场。头脑是间接的，头脑是一个反应而已。那你嗔恨别人也是用心，我不要你，你滚，那个是用心的心去让他滚，不是头脑。头脑主要的是让你转念而已。他这个习气是存在，就是过往以前世的那个习气是在脑袋还是在心里面？他的寄放处就是肉体的寄放处，其实都是心念的转换。心念找不到，头脑找不到，心脏，但是他一个肉体的一个工具，这个是工具，所以它由心变成一个工具。所以你讲记忆必须要头脑的脑筋去把它存档，记忆存档，但是自己的心念呢是只在心，但是靠有脑筋的记忆体，就叫我们叫那个记忆，肉体记忆去把它存一部分的档案。所以你没有常常复习，这个档案慢慢会消失。你有去串写它，这个记忆体随着你不同的会取代嘛，你常串写某东西，所以记忆体就比较深。但是你记忆体没有去常串，它慢慢就把新陈代谢，它会新陈代谢慢慢就没了。就做肉体记忆就是没有去把它加深的话，那个新陈代谢就没了。那心脏的记忆体就像电脑记忆体，它是进去了就比较很难去消除掉，对不对？也是可以的，被嗔恨心代替，它就变成不是那个记忆，不是关心的记忆了。所以肉体记忆是短暂的，但是由心念这个主体产生新的一个工具去关爱别人啊，去称别人，这个是一个工具，所以它存着一部分的记忆体。那记忆体是必须在生命没有消失，心是满举没有消失的时候，它有存档。心是一时消失了，就先离开了，这个存档就不见了。那这个存档会留给下面？它在还没有心是没有消失，可以移植，还有存档。对对对。而你若变尸体的话，就没有存档了。他有肉体记忆啊，肉体记忆还在啊，关心别人爱别人这个记忆体还在，但对以前的那个概念的像说反应的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他对关心的人还是会有，因为肉体记忆是心关爱，是用心脏的工具发出的肉体记忆，所以对呢亲人爱人他还会感觉哎，这个人就是我喜欢，因为前辈子这个就跟他有爱关心爱的这种存档肉体记忆了。叫肉体记忆，肉体记忆。对，肉体记忆。然后可能在就存一段时间，跟他头脑啊，一段时间，这个会存有。哎，我已经讲过了，你在讲啥了？我听无了。哎，请问师父，那如果这样要移植的时候，应该要在8小时以内？对，心事没有消失之前，对，没错。心事消失了，转移这个没有记忆了，那、啊、这个肉体也就没用了。跟这个被移植人这个心绪两个相续会，不是的，他是心脏，这个看他喽。有的那个现世的人，他如果是串习力很强，就持续比较长；而、啊、如果串习力比较弱，就持续比较弱。就看那个被移植的人，那个真的他的串习力啊，就不一定了。那再请问师父，那如果说俱生烦恼障未断的时候，那光那个。光带就还连着，因为要继续回旧应身来继续休息。嗯，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是只有俱生烦恼障，还是所知障也要一起断的时候才？没有俱生障就没有关系了。他所以就是到八地那一个地方，俱生唯识中的八地。嘿，唯识中的八地。如果是中观中出地，就可以断。哦，中观中出地。啊，不不不，啊，讲八地对啊，我是应承派是八地，讲俱生我只是八地，对，都是到俱生烦恼障有关是吗？现在讲的光带哈是密续说法啊，如果你讲显教有没有光带，有，哎，是要到八地光带才断，也可以这样说，一定要卸脱了，把俱生我执断完，才光带才不见，就化身跟旧因生的关系，那个光带要到卸脱。把俱生我执烦恼断完，好才能够光带把它割断。而且讲清净幻身跟不净幻身的差别，就那个俱生我执烦恼
断完，光带就不见。那旧因身如果到净幻身已经断完具生我执，所以它没有光带，所以旧因身跟净幻身就可以同时运作，不用再回来，就没有中断了。好，有没有问题？麦克风。用脑筋在控制我们的心，还是用心在控制我们的脑袋？不是，现在控制我讲的，你讲控制也可以讲是工具啦。对啊，工具啊。啊，工具我不叫控制，我是使用啦。我用使用这个名词啊，不能讲控制啊。所以你烦恼焦虑的时候，你心跳就会快啊，紧张的时候心跳就会快。所以它会影响，但是你没办法控制哦，那不停，你又叫哦，不停不停，不要不要不要，可是还是要。所以只有把妄念拿掉，焦虑拿掉，那个心脏慢慢才稳定。所以那个脑波会影响你的工具的心脏的跳动，你控制也控制不了了。你说脑筋控制不是真的控制，而是影响，不能用控制的名词。那这样，比如说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是先用我的脑筋，然后说想说要怎么去做，然后心才会去动，才会去。你心哪有动？你跟脑那个实验有什么关系？心有哪有动到心？运作没有啊？你心是心跳而已啊，你实验用动到心吗？不然你现在说你关心关心是一种心的包容啊，你实验根本没有包容温暖，那个是数据的判断而已啊，根本跟词你还是没有听懂。关心是一个心的一种包容温暖，这个跟你做实验没有关系。不是啊，这个不是也跟脑筋有关系吗？我讲影响，但不能讲跟心有主体反应的话，直接脑筋反应，但是对词词啊，还有那个我们讲那个词心、嗔恨心跟心比较有关系，但它互相影响，所以重点是慈悲、嗔恨心跟心有关系，它存档记忆。那这肉体记忆，它移植心脏的人，必须他前那个往生的前辈子有关心的人，他才会感觉被移植才说，哎，这个人好像很熟悉。因为他对关心的人这个部分跟心脏有关系，嗔恨的人跟心脏有肉体记忆，我讲是肉体记忆，必须用慈悲心、嗔恨心、心脏才有肉体记忆，因为磁场是从心脏发出来的，这个逻辑还是没有听懂了。这个是总相了，我讲的是你慈悲心、嗔恨心的磁场从心脏发出来，所以它心脏有肉体记忆，所以肉体记忆呢，被那个心脏已经被移植了，那个移植已经走掉了嘛。但是因为肉体记忆在，所以对亡者那个前辈子关心的人，他有一点感觉，因为他有心脏那个慈悲心、嗔恨心的肉体记忆，重点他的磁场是用心脏发出来的。您听法都会听自己喜欢听的啦，嘿，逻辑前后没有思维。师父，按你所讲的这样的那个包容心，应该是属于心法的心的磁场出来的。哦，心法的问题不是心的磁场，心脏的磁场出来的。脑筋跟心脏没有关系，数据都是脑筋。思维啊，那跟心脏没有关系。其实现在就是这是有时候脑跟心、我跟你讲差别就在这里。你有没有你跟女儿说，你吃那个不是难，你生活平常生活没有去仔细观察啦。当你关心别人的时候，是用脑筋去关心，还是用我的心去包容你的关心？只自己都没有观察啊，这个对佛法也没办法了解啦。因为平常生活没有去观察，对缘起、对无我很难去弄清楚。因为你对生活的细节、整个脑筋的前后关系，还有怎么用，这个都没有观察，所以你们修定一定很弱。因为修定是每个刹那、每个刹那新的转，你没有观察很仔细，那对一个妄念跟正住一直抓不住，
因为抓不住，因为没有观察抓不住，不晓得判别，而就一直跑到妄念，没办法安住在正念。这个生活中观察，这个叫正知正念，平常中就要训练。这个没有修定修不成，而你男众大部分男众都很粗啦，粗枝大叶啦。啊，女众比较细，虽然他会关心会看，哎，我心要关心啊，假爸爸喂，假爸爸实际那个心是包容，去温暖，去别人，去关心别人，不叫关心嘛。哦，不是用脑筋，脑筋是一个转换的概念。我要问他，哎，我要给他快乐，说假爸爸。那脑筋先动，再用心去关怀别人，输送磁场，温暖的磁场。男众比较缺这个生活的关照，所以你们对这个细节没办法搞清楚。啊，就是这样而已的嘿。啊，我已经跟你讲，还是弄不懂，没办法，因为你们。生活太粗略了啦，吃饭就吃饭，好啊，好吃歹吃哦，无好外口味就歹吃，啊好外口味就好吃，啊不想不会慢嚼先，哦今天煮的味道不一样哦，我多加什么、啊？多加个蘑菇的味道哦，一般男众很少去品尝这个细的，多加一个辣椒哦，多加一个蒜头哦，多加两颗盐巴哦，你都没办法判断出来哦。盐巴的几颗，然后再一瓢，还是一瓢半，你都吃不出来，心太粗了啊。好，先这样吧，休息一下。我们看276页，导数第四行。有人问：若是如此，则不净幻身与清净幻身的异跟同啊，就是不同跟相同之处为何？好，答。实际上呢，两者啊之间各有异同啊，就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其异同处呢，摘要如下啊。第一个啊，不净幻身与清幻者差异，这不同处呢，分几个特色啊。这里讲的是有啊四个特色。不同哈，就不净幻身啊，因为要回到旧运身，所以它会中断。啊，要回到旧运身，因为它还没有断除啊俱生烦恼障。那清净幻身乃至成佛啊之前，啊成佛之前，要讲一个之前。哎，因为成佛就报身，不是清净幻身了。成佛就不是清净幻身，就变报身。清净幻身，清净幻身乃至成佛之前，这两个乃至成佛之前皆不中断，因为成佛后就变成报身了，不是清净幻身。哦，意即虽然不净幻身是不变的，哦，改成不变是错的哈，哦，啊，那个不变的化掉，会应该是会变，会变，因为它是设法嘛。虽然不见幻身是坚固的金刚身，不变的化掉，就坚固的金刚身，不再由惑业力所投身。那这里呢，惑业力这个不再惑力投身，这个化掉。因为重点不是在由惑业力投身，而是他一定会成佛啦。他没有成佛之前呢，不见幻身不会死亡啦。所以不再有惑业力投身，这个化掉。他把没有把重点呢讲出来，他是啊自是成佛，一定会成佛，这个才是重点。这样有没有听？这样就是说他一定会成佛。对，他根本不用投身啊，一定会成佛啊。所以这个不再惑业力投身，这个是不是重点最重要的理由啦？而是他一定会成佛啦。他是佛啊，报身色身改成报身，对，没错。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不净幻身会不会脱身？问你。
如果他要利益众生，他已经得到啊，我们讲那个加行道，他会不会去投生？为了度化众生，会不会投生？会不会？会啊。虽然呢还有烦恼障，但是因为为了利益众生，就像我们讲显教的菩萨，加行道会不会去投生？会啊，为了利益众生投生啊，所以不再有会不会投生这个错的，他会投生。不愿以惑业力投生，他是会投生，但不会惑业投生。但是，不净幻身还有烦恼障，所以以惑业力投生会。为了度化众生，还是以惑业力投生，所以这个就讲错了。所以他一定会成佛，但成佛的啊，不是不净幻身成佛，而是他的心成佛。由心成佛，那不净幻身。啊，再变成清净幻身，再变成活的报身，所以这个理论是错的，先把它划掉。但是呢，不净幻身需要去投生，啊，需不需要去投生？这个有几个角度啦。如果投生啊，只是在短暂的投生就需要，可能说啊，因为不净幻身到成佛45天嘛，一个半月嘛。而如果我视线一个投生是为利益某种短暂的投生，可能活的是一个月两个月，要不要投生？通过这个投生可以利益到的父母，要不要投生？会啊。所以呢这个就不一定，但是呢45天会成佛，所以看他要不要投生。但是说投生还是可能会，也是由惑业力投生，但不一定要，不一定要投生，看他利益的众生急切不急切，需不需要。哦，所以活报身的主因，因为融入最维系的风的本质，因为它是色法，但它仍然具有烦恼障，它有那个片气烦恼跟具生烦恼还没有断，乃至升起生意光明的等持，等持就是定，那个解脱道，加一个正义光明的等持啊，现证空性就泯然不见啊。那个是在这个两个了哈。因为正义光明里面呢，就是安住在空相，空相。那到你说烦恼障，一定要到解脱道，加个解脱道。那个我们讲那个无间道，那个具生烦恼障还在。所以具有烦恼障，那乃至升起圣光明的等持中的解脱道清净空性就泯然不见，所以要到解脱道那个烦恼障才会泯然不见，渺然不见，加一个解脱道，等持中的解脱道叫的解脱道，无间道还是没有对峙，没有根断，还在，所以叫的解脱道清净空性时就渺然不见，这个解脱道。因为圣意光明现证空性时是等持位，就在定中。且呢，这个加个这个他用正对字就错了啦，应该是根断。好，圣意光明清净那个圣意光明那个清净空性解脱道时。是等之位，且我讲的是解脱道了，因为烦恼障嘛，所以跟顿对峙一切烦恼障，正对峙改成根断，根断，正对峙是在无间道，解脱道是根断，这里讲的是变成无间道去的。我为什么前面加解脱道，就是要用根断的。正对字改成根断，哎呀，重新要再复习了啊？有没有问题？根断了，有没有问题？解脱道是根断，无间道才正对字。现在讲的是，烦恼障要讲根断，不是正对字。正对字在无间道。所以正对字改成根断，
一切烦恼障，更不需要现起具烦恼障的不净幻身，因为它变成清净幻身了，所以不净幻身已经不会再现起，故才称为中断而转化之意。这个不是中断跟转化的理由啦，转化可以啦，不能讲中断啊。从不净幻身转换成清净幻身，所以故称为中，才称为中断这个而转化之意，应该是才称为中断具生烦恼而转化清净幻身之意。那把它加进去，中断具生烦恼，中断具生烦恼，转化清净幻身之意。OK 哈，亦即借由胜意光明的解脱道，中断不净幻身而转为清净幻身，不是中断不净幻身啊，应该中断具生烦恼。那初定后才有，清净幻身是要初定后才有，不是在解脱道就有清净幻身哈。从解脱到初定，清净幻身才出现，所以在定中是没有清净幻身的因为定中在安住在胜意光明当中，可以有没有问题？初定后才现起清净幻身，可以吗？好，这个是不同之处。第二个不同之处，不净幻身仍具有烦恼障，那修到位加个修，因为他把见到位，没有见到没有清净幻身哦，一定初定后修到位才有这个清净幻身，所以修到位的清净幻身则以断尽烦恼障加个修到位。对，修到位的身体是清净幻身，胜意光明摄持，对，摄持。那见到位的心是意识是第一，胜意光明。如果是胜意光明，见到位的身是哪个身？那个不净幻身，因为入定嘛，不净幻身没有现起。你看入定当中是用旧因身入定，所以不净幻身也没有升起，清净幻身也没有现起。不是，我见到位的身体是哪个身？就旧因身。那见到位的身体是旧因身？入定啊。修胜意光明是旧因身在入定了，因为他加行到第四世纪光明的身是哪个？第四就是清净幻身吗？胜意光明吗？还是讲不净幻身？不是，我讲说有两个位阶嘛。第四次就是加行的最后一个加行是第一法，是第一法的身体是哪根身？第二个问题是见到位的身是哪根身？然后修到位第二地的菩萨的身，那我们已经确定了它是清净幻身。那前面两个的身是哪根身？这样讲的哈。因为密法没有把加行到软顶等四谛法分得很清楚了，那现在是密法说你不管入什么定一定要回到旧因身，那为了利他才加行到用不净幻身变化很多形象去利益众生，所以跟入定跟出定，入定是旧因身，出定是不净幻身，那你所以这个到见到位入定也是用旧因身，因为不净幻身要收摄嘛，所以在见到位的不见道也好，就是胜意光明里面解无见道也好，解脱道都是用旧因身入定，这样了解哈。然后呢出定后不净幻身已经转化了，就变成清净幻身，因为烦恼障已经断了，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到初定就是不净幻身，就转化成清净幻身。那第二个不净幻身具有烦恼障，修到位就初定后才变修到位。初定就修到位，入定是见到位嘛。所以初定修到的清净幻身才有，所以断尽烦恼障。因为在见到的解脱道就断尽烦恼障，那初定已经得清净幻身，就当然是以断尽烦恼障。那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能有无上瑜伽密续的见到位断尽烦恼障，所以见到是片寂烦恼障跟俱生烦恼障一起断。那唯无学道金刚持佛才能断尽所知障，这个没问题，这跟显教一样。那金刚持佛他用具足七合合啦，这个用双生相我感觉就是不合理了，不一定要双生相，不一定要哈，什么大乐啦等等这些的哈，这个不需要看。第三，是不净幻身与救恩身还没有完全脱离，就是不净幻身。好，不净幻身跟救恩身没有脱离，因为烦恼障还没有断，还没有根断。到清净幻身，救恩身已经完全脱离，因为烦恼障已经断，俱生烦恼障已经断。好，这个第三个差别。第四个差别，不净幻身是有漏的，因为它有烦恼障，所以有漏。那清净幻身因为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所以无漏。好，就四个不同之处。好，那再延伸哈，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因为本始光明丰心，无始无终，不曾间断，它是有续流，因为它无常法一直在，无始无终。但是呢，必须驾驭着本始光明心，作为修道的能源所依。哦，所以的依，譬如在心远离啊的分位，依于驾驭着最维系的本始光明心正空性，这个叫就近心远离啦。啊，加个就近。譬如在就近心远离，心远离有一般跟就近，就近才会升起具生光明啊，本始光明心。然后光明心正空性时，于空性仍是具足二显，二显这个是错的哈。他因为是讲分别心，所以具足二显了。那这个在显教说哈，分别心为什么具足二显呢？因为二显有三个二显嘛，心跟境相异，心与境相异，就是有距离，那个有一个人缘的心，所缘的境。好，那没办法，水溶于乳了那种感觉。哎，心的是能取，境就是索取，也可以这样说。哦，可以这么简单。哎，心跟境相应。二显，他是有分别心的，对不对？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是有世俗法的显现。哦，哎，他把义工一向当世俗法了。可是一共像是一个概念，它是模糊的，不能讲世俗啊，那模糊的显现才对。第三个就是我执的显现啊，那就是说自信成立啦，因尘脉自信成立啦，中观秩序的地识成立啦等等这些。好，有三个二显，心跟境相的显现，世俗法的显现，还有我执的显现，三个。那必须没有这三个显现才叫现证。那本始光明心，就是譬喻光明的时候呢，它还有异共相，异共相，异共相的时候呢，以分别智来说，还有心跟境相异的显现，还有异共相世俗化的显现，这两个二显还在，还有显现。啊，对我执的显现没有了，我执显现没有，那只有异共相的世俗化显现，还有分别智的心跟境相异的显现，这两个。好，所以是还有二线。有空性存在，那空性存在，因为他心里面有空性所摄，所以有二线。但是他空相他显现不出来，当空相显现出来，这时候空性就变成隐藏了，所以这时候二线就不见了。不是不是不是，一样都是空性，所缘都空性，所缘空性。那以譬喻光明也是空相。
两个都是空相。我们看，空相是有缘境，然后它空性是有缘境，对，都一样。对，就是具生光明智。子母光明就很多哦，想具生光明，白血也是子母光明会啊，红尘也是啊。这讲具生光明智，最细的具生那个子母光明会，最细的子母光明会。其实你可以从二地到第十地，有总共有九个也可以啊，或初地到二地，这个对境都一样，只是力道不一样而已。力道就是空慧的力道，光明智力道不一样，所以它断障不一样，但是所缘都是空性，都是光明，都是空相一样。心的力道不一样，所以断障就是断的那个力，那个越来越细。哎，就是要空慧，所以圆的光明相，那个空性都一样，都是具生光明智，圣意光明都一样，只是力道不一样而已。有没有问题？那这个铜的话，都是用限量铜吗？还是有比量的？还跟定。只要欠到位的圣意光明都是现证，哎，加行道才是譬喻光明譬量。只有现证才能够断烦恼，分别之没办法断烦恼，只能压服。所以要讲，好，来压服。哎，跟断不一样，哎，对的。哎，对，对。好，科判有没有问题？把同跟异稍微做一个解释。一样，同就是入定空慧具身光明智，光明心融有具足明，这一样。所以他回到救欲身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二线还是有，只要譬光明都有。不用回来啊，千净欢身不用回来，不用回来，千净欢身不用回来。不净欢身就，不净欢身显到了建立对他也非常有争议性，因为不净欢身好像是无上续所独特有的一种色身法。对对，他是修清净明点才有的。那个下上去好像也没有。没有。下上去只有修升起次第而已。圆满次第没修，但是下三句他有表达清净欢身的，有把他的个性他有表达，那是文字而已啊。那是文字有表达，但是不净欢身他好像没讲，对，没有讲。哎，因为他有文字，但是没有实修的内涵。好，有没有问题？
的修持。对。修行道就可以成佛。只有这么短短的45天。对，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劫，就必须要花到三大劫。但是你的共道就很关系啊，你的显教的出离心、普心、空正见，还有色摩他，这个对我们来说就要修很久了。对我们这个初修业者就要修很久，所以这个共道有在进入密续就很快。没办法断佛之障，他用圣意光明断烦恼障，再上去就没办法断所之障，因为他没有菩提心摄持。对，他没有菩提心，也没有悲心。哎，所以到圣意光明就停了，清见到位圣意光明就停了。不是，他有四无量心，不能这样说，他所缘没有一切众生啊，那所缘就是跟我有关系的众生而已啦，对，没有啊。不是那个跟是没有关系，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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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的你。是啊，你这样讲的跟阿罗汉没有关系的，那是愿心的关系。那个，那这样菩提心就不是阿罗汉所设了。他讲个愿心说，一个是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让众生先成佛，我再成佛，这个、叫牧羊欲啊，羊先到，牧童才到嘛。所以地不空誓不成的地藏菩萨愿，就愿菩提心这样发了。另外呢是我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同源种智，这个叫周子义，就是传道一起到了同源种智，那个是愿菩提心的一种方心，同源种智。另外是国王欲，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我就先成佛才有能力度众生就近成佛了，这是国王欲，这是讲花愿三个层次。但是走的话一定第三种了，国王欲啊。走的话一定是国王欲，先成佛才利益众生成佛，你没有成佛怎么有能力度众生成佛。所以讲三个菩提心的愿，跟阿罗汉没有关系。阿罗汉是他有四无量心，有悲无量、喜无量、慈悲喜舍。他的悲是缘，有缘的众生，不是一切如母有情啊，跟我有关系的他求救，或是跟我求救的我才去救他，那没有向我求救的我就不会去救他。那以菩提心的讲呢，他有个真上意乐，真上意乐是说我主动，而不是因为求救我才被动去救他，所以主动去帮助众生，主动去寻声救苦，然后去帮助众生那这个就是主动的菩提心，像观世音菩萨比如寻声救苦嘛，所以我听到有苦的众生不用他去求我，我就去帮助他，这个叫真上意乐。所以他是主动的去以同缘一切如有情来帮助，这个叫菩提心。所以说他所显现出来就是人依本尊跟所显现的眷属嘛，坛城嘛，所以他不可能说他不净幻身这个光带结束了，他往生了以后变成有余涅槃，他是不可能，因为他有所依的坛城，所以他不可能再回到小圣的一个那个阶段去涅槃。不是，现在你不净幻身，他可以化无量，也可以救我有缘的众生啊。我不一定要救一切无有情啊。所以他用阿罗汉的出离心，也可以得到不净幻身，因为修本尊跟修七脉明点嘛。这跟大圣菩提心不一定要有直接关系，我就要修的是出离心修升起次第，以出离心修七脉明点，也可以现起不净幻身啊。是要跟譬喻光明空性，所以空性是共的，空性大小圣共的，
当我休息了明年，也是大小圣所供的，来升起不净幻身。不净幻身呢，我不一定要圆一切如母有情啊，我就要圆我有关的啦，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同学、我的老师，那我救度他们也可以啊。而直到圣印光明把烦恼障断完，他就不需要再学了，因为他不需要断所知障。所以阿罗汉也可以证得圣印光明了。但是断所知障，他不想要断所知障，他就不用到修道位去了，就停在圣印光明的光明中，就入定了涅槃就好了。那可能他进入了有余涅槃，他不进入二谛，到了清净幻身，他不可能嘛？清净幻身的话，他已经是二谛了，所以他不可能堕入有余涅槃，他只有到五蕴涅槃这个方向去走。有余涅槃，五蕴涅槃定义什么？是应成派定义，还是秩序以下的？就是带着烦恼障涅槃嘛，烦恼障不会用压服，但是他没有去拔除。有阿罗汉圣印光明已经没有烦恼障了、啊，他的烦恼障干嘛？小秩序以下的涅槃是说已经得解脱，涅槃就已经没有烦恼障，已经断除烦恼障得解脱叫涅槃。那秩序以下的涅槃说，你虽然是得涅槃解脱，但色身还在，旧蕴身还在，这个叫有余。当你死亡连旧蕴身不在，这个叫无余。这是秩序以下的对有余无余涅槃的定义，一定要涅槃以后才说了。那大圣的那个应成派啊，应成派的那个有余涅槃是讲你的我们讲那个恶险，你入你已经得涅槃之后，八地菩萨安住在空性现证空性定中，没有所知障的恶险，那个叫无余。出定后就恶险的显现叫有余。所以呢，次序下的是从旧应身在叫有余，旧应身不在叫无余，用旧应身来判断。应成派是从恶显，你安住在现证空性定，没有恶显叫无余，出定后有恶显叫有余，所以从恶显的标准，两个定义不一样哦。所以你讲的一定是在涅槃之后才讲涅槃有余无余来定义，而不是在没有涅槃之前讲有余无余，这个都不算，这样可以哈、哦？所以没有涅槃之前不能讲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啊，谈不上，一定在解脱烦恼去生烦恼障断完才讲有余无余。标准最低的标准依据啊，再用色身来讲有余无余，再讲恶显来讲有余无余，都是从涅槃之后再说。这样有没有问题？要写科范吗？不需要。跟你讲了，白显跟空慧解是子母光明会啊，白显智也是子母光明会啊，红真跟空性解也是空慧解也是光明的、啊，那叫红真智啊。所以白显智、红真智、黑净德智、俱生光明智都是子母光明会啊。这讲的最细的子母光明会就俱生光明智，最细的子母光明会。对啊，先讲了，譬喻光明在加行道，圣意光明见道，先有譬喻光明才会得圣意光明。譬喻光明在见道，圣意光明在。譬喻光明在加行道。加行道。那个圣意光明是在、那个。见道。修。见道。见道。初定后才修道。那修道。初定，圣意光明初定。初定。从圣意光明初定就变修道位。这个不用说嘛，这个都知道，还问这个干嘛？你们喜欢读文字啊？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要写吗？要写吗？这个我们学过，你们常常没有复习都会忘记。这拍了吗？还没拍吗？拍了，我拍了。好，来把它擦掉。277页这边他有写一二三四嘛？第四个他写文言文中里面写不净幻身是有漏的本尊色身，清净幻身是无漏的本尊色身。那我请问一下，他讲是说不净幻身要同道位的人才看得到嘛？那如果我们已经具得同道位的话，那我们如何看到有漏跟无漏的本尊色身这两个有什么差别？看不到，它是从心来说。所以有烦恼障夹杂的叫有漏，没有烦恼障夹杂叫无漏，从心。看了，所以就是说同道位他也没有办法分别分辨清净跟僻那个不净，没有办法分别。但是光明度有关系的，清净度的光明度很强啊，不净幻身光明度就差很多了。色身的光明度了，它虽然是幻身彩虹，它那个亮度不一样啊。啊，先无余再有余。那次序先无余，先有余再无余，两个不一样。现在你讲恶显，只要没有现证都有恶显。刚才讲过了，只有现证才没有恶显，所以譬喻光明也有恶显，现证当下才没有恶显，初定后还是有恶显，所以到见到位根本定之中才没有恶显。他现在讲的是讲涅槃哦，现应成分是有没有恶显来讲，所以那在现证空性根本定势中，哦，就是没有恶显，初定后就有恶显，所以先无余，再有余。那这一派是从应生来说，还没有死亡之前，哦，已经有余，死亡之后呢就无余。所以因为两个定义不一样，所以次第也会不一样。不是的，你还是没有搞清楚，涅槃一定要断除烦恼障，不净幻身还没有断除烦恼障不算呐，它不能叫涅槃呐。涅槃要断尽烦恼障，不净幻身加行道怎么会断尽烦恼障呢？所以就不用不净幻身来说了，不净幻身还没有资格啦。好，没问题，我们就回向了。